在无线剧《大步走》入面饰演张达伦仔仔的杨海博，剧中的他暗恋靓女刘永璇。呢一幕刘永璇要找他脉搏嗰阵，海博面仔都红晒，一副少年十五十六岁的样子。但其实海博已经参演过很多作品噶啦，例如拍保险广告嗰阵个样仲被 cap 咗做贴图，之后在《天命》同埋《特技人》入面都是演谭俊彦个仔，一套清装剧，一套时装剧，今次真系。200年后再一起